的玛丽金家水龙滚心醉金歌醉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。那个时候，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。我还记得，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，每天早晨，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。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，究竟是谁放的。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。